都是拍类似，因为他选择的姻缘，那么就是在常州。常州，你们应该有听过编剧书局，有一个侯点门师，奏折他编了很多的书啊，《易经》啊这方面，《中庸》《四书》《编剧书局》，所以常州府他是在冈山的附近啊，所以他。跟后学的弟弟传真，就是说有姻缘啊，或有一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料，你们就会比较清楚了。啊，那个是一，是周世开立士啊，你看看他才几岁？你算算看，1919到1943几岁？里面的境界是更好的，带着他
千里山长路千里。哦，这个是他脸上的一种喜悦，那种喜悦啊！李建明那是这么一回事，赶快打电话给高志明大队长，李超鹏，报告大队长，报告大队长，我真的在里面了。Oh my God, wonderful, wonderful！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你也赶快抓他。其实那个时候他最大，他就是尖叫做队长。子弹没了，有命不砍我一样，是吧？我去你家形容得很好玩，你知道吗？他是在转达一些事情。这几个大队长也知道道很好，但不知道道的真正的军队在哪里。你没有亲近的时间，怎么知道？结果真的进到了警戒，面膜哦，然后赶快超过几道线。叫大队长，毕竟在高志明烈士啊，他的一些的家庭背景都是在这儿啊。1906到1937年，享年31岁啊，国民政府追封他为少将。啊、这是他的英姿，志向就是航空。到这边又有油画。但是你知道了笕桥的机场，所以日本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台湾还是日本啊在控制，在治理，所以从台北啊新把台湾新竹的基地起飞，然后一直去轰炸笕桥。那时候高大队长紧急上空，以6-0打下了日本的飞机。其实我们当初的飞机比日本的战机差太多了，差太多。那个时候，但是他还是以高超的那一种技术把对方打下六架，而我们并没有损伤，所以蒋中正总统特地把8月14号定为空军的空军日。啊，那最后的1937年，我们日机又归来了。其实那个时候呢，他在家里，他可以逃难，但是他不用，他紧急的赶快上机。结果没想到的，到了他的驾驶位，咚！日本人太厉害了，就先打那个将军就对了，啊，所以他在当下那么就未果，就休了，啊，那这个是他，啊，这个1995年，那其实就是周志开烈士回去了以后，那就是告诉他，因此，我后学的弟弟1995年初，他有感应到想要求道。而且呢，无形之中，他也把又继续的帮忙公关和学校啊的学生啊，那么这一些让后学的弟弟在空关啊，那个校长也能够委托我们后学的弟弟嘉宾在空军的校内训练一个学生啊，啊，就是把高志明这一些烈士位置都是供奉在那一边。我先补充一下，因为呢，那后学的弟弟就告诉后学的大哥。但是我忙都是开心一忙的团队，现在大队长要求到啊，有道理啊，就这么一回事啊啊，以后的事儿麻烦你。我觉得上台就是这样，很多的事儿，只要有人求政府，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把它做到底。很多的人也认为说不可能，不可能的，后学一定会把话不可能的说。现在后学已经在写一些求道42年嘛，很多的事情本来很多的点凡事都认为不可能，欠后学不必去做，但是到最后面，后学都把不可能化为为什么不算？你越是你要刺激我去做，很简单，点白痴啊！对 ，OK。今天我已经把它打通，不晓得是什么因素。你越讲不可能，我越要去把它打通。对，而且在一个投影片的地方，他们那个车子把它跳过去，跟着后学队努力不懈，缔造佳绩。主建存诚，创造奇迹，就没有什么叫做悲观。
努力读书，努力的在圣业上面帮办，可以缔造很好的佳绩。那如何去创造奇迹呢？口呢？祝记存心，你没好不可以，因为刚好是机缘，所以送给你们佳绩跟奇迹。不用不准，我叫你从前就从前。要方便，其实就是要有佳绩，也要有什么奇迹。你也想过，只要你主进存心，就在那一年母亲节到，我姐开了车子，把祝写好，在了家里。我姐的弟弟，他们也是一家人，全部都回彰化路。我们在帮妈妈庆生，庆生，结果庆生切到了，庆祝切到了，切到一半，手机就响，电话就响，然后就是说的帮别人吃报告，原来是候选自己的学生，成大的学生，那候选当年老师。他已经也上到了崇德来，他说报告别人是啊，候选的外公现在在台南的慈美毕业，听过吗？两颗子弹慈美毕业，现在在那边有三口气，中风，我那边，我不知道他高血压是什么，三口气，现在已经医生宣布即将 game over。包括老师，您可不可以慈悲？现在赶快过来，剩下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让他老人家能够求到。因为我的外公对我非常的好，我希望他在世的时候就能够求到。Please 点团师，我们当点团师的两堂的点团师的都知道，不管是在什么蛋糕切一半，你还是要走。你那个时刻，你都要走，你不可能把那叫这位先生说，叫你回马来西亚，不要这么急着走，等我吃完蛋糕。我现在曾经喷过了，也有清晨一点了。一个坛主讲师打电话喷到了，奥元师，妈妈现在已经在成大医院，那已经快要无救了。那现在呢？赶快用最后一口气，要准备再回台南县的将军，让我揪不回来。那不是台南市的，台南县开车要一个小时的。那现在的救护车已经一直往家了。现在趁着一口气，那点完师慈悲，你可以赶快的过来帮我的妈妈点到你。就这样。点传师通常知道是 7-11 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住在一起？候选那一个也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就像政客一样。不过我们是比较小型的，就是呢有六户住在一起，共用一个100平的，然后呢不，我候选住在6楼，然后呢佛堂在7楼，那意思没有？然后每一层楼就是一户一个坛主，一个讲师，一户一个坛主，一个讲师，这样子好办事，都不用扣电话，直接按那些，全部都扣，就这样了。当然是还没带几个，我讲了都几个卡紧的办到哦。所以大家多做一番这样子，尽量那个是这样容易啊，足够的。所以就所以大师讲，别在那边参与那么多坏人啦。所以那个医生这样子就还要微笑，然后开心。这个将军的这一位妈妈，然后呢五个字，然后呢一定要记起来哦，好。然后隔天我们就回来睡觉，清晨5-6点，谭主打电话，谢谢刘院士的微笑的离开了。身短如棉，你看看，我觉得意思就是回到了奇美，知道吗？人家外公三种病也要离开了，蛋糕切一块，二卖夹来给你喽，不能待在车上吃了。然后开一半的时候，其实打电话给那一位中智班的讲师，啊，成大附属中智班讲师站在旁边，爸爸安排，
我们要到青年宴，还有水果，你赶快叫人买水果，同时工作安排大宝，还有什么？简单，赶快。赞。那个，我先赶快打电话给自己的学生，你赶快去跟青年处最上面那个佛堂。哦，佛堂，三堂这一定位就是先天佛堂，赶快，快，一到十五都到达，下周点才是今天是几天呀？那母亲节当然是几天了，保管那一间房间，哎呦，那一个人哦，放假，没有上班，所以没有钥匙，哦，那个副市长也没有钥匙，所以。那一间说不能够用啊啊！你们有没有去医院办过照？会碰到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八卦如中啊，混醉，知道吗？混醉耶！哦。你真的要起翔来嘞？你不能够有一些假设，有在一些，不是啊，你不行哎、欸。那我本来呢，他是两个人的安宁病房，那也是两个人，也不能摸摸了，哎、欸，你别卖听哦，卖超话，你卖超话哦。所以呢，我就不着急，我说怎么办？我弟弟的当然就是亲人坐的车全部，他说大哥不用去，不用操心。到这行烈士已经在打盹，因为他不用坐车。他直接到青年，很优秀，也不用驾飞机哦。那腾云驾雾的摆脱了驾飞机啊，所以呢，就直接过去的过程就比较放心了。真的，五个缓和，半个小时以后，学生就打盹了，奇迹。没了吗？第一个，刚好有一个人死掉，体验。他原本的那一间单人病房空了，副理长主动告诉我，把女人先说说给我们两个小时，因为新的病人就要住进来。我说两个小时凑凑合，赶快说 yes， 我们马上就到。安排也有啊，刚好那个时间里面，所以空出那个 space 那个空间出来。我觉得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还是在会喷水，所以赶快在大胆给你卖过，给你卖包给你。然后呢，那个地方是第九楼，气窗准备打开，憋出气污染给。根本就没有看，我有啊。会聊天，不是一些配套的要做好了。换高级哦，那有声音出来不好办事儿啊。然后叫那个各级摆的上下之礼，一直颁奖师，我都去把那个气窗打开。他说把我点上去，打不开，那个焊死掉。哎，你搞了，你的窗户怎么可以让你打开啊？要不然有一些人生病的动物降的，他的骨头啊。所以我用拍袂开呢，我紧个来紧个开来才个喊嘛。啊，不开，结果我们一个女生呢，困到的学生呢，他说两位大哥，你们离开，换破水杯。凉风，风冷。Oh my god！ 我那个孝心哦，真的是太深了。自己的外公轮椅推进来，然后谢谢，谢谢教导，来。哇，那个，你看他平常的那个过程非常的顺利，眼睛都是清醒的，各方面都清醒的，然后呢，好舒服，真的好舒服，他一直讲舒服。然后五个字要记得，好舒服，你看病痛，你看都没有了，多一个印象。所以呢，那个印证哦，然后我弟弟在旁边呢，他都印证，其实呢，他那一种经历给他上了很多的课。他直接看到，他直接感应到。结果的办完了，恭喜完了，然后推出去，回到原来的病房。我弟弟马上告诉我，到这里就天亮了。我说又看到什么？啊？
的欺骗性。他说你大哥刚才在房间小小的一个病房里面，他在做什么我都看不到。厉害吗？七天前看不到，老母来了以后在点到的过程是怎么点的？画的。他只是看到一团光，很刺眼，就这样而已。这是什么回事？所以定正了，没只要一千年，然后呢？佛光，其实三体都是用抄的啊。其实不是，他一直在莫名其妙，在半道之前也莫名其妙。嘿呀，乖乖，为什么高强烈士穿的都是三国时代的战袍，然后拿着的就是那种有刺的、远远的、长长的那种武器？你戴军帽就好了，你架飞机怎么需要那样子呢？结果我弟弟在办完道了以后，忽然开了，我一看，我说，那你再写一次，总统还没来到我们政府，你知道谁先要来吗？什么水户？警察先来，静下来。地方官要先来，他先要，然后维安部队才会到，国安部队才会到，联防部、武装部才会到。但是那一些的在地的要先来。你知道为什么要维持什么？而且我医院里面，你觉得需要维持什么正秩序？好看病。你知道那些鬼魂多多吗？好像员外，你一个新佛来的，有光来的，哇，好像员外在布施粥哎，布施食物哎，全部的游民都靠过来了。所以你说，他们都要先震动，震动，要枪，有你可以来搞。然后我是感兴趣，维持秩序哎，太，所以整个的都很可惜。我弟弟说的真的是太不可思议，所以讲，看到吗？所以民国九十年农历，台南一音佛堂重新安坐，结果济公老师临台，你们总算看到佛祖的名字。你要把握最后的机会，你知道开沙，你也知道济公老师，临时有限，为善。把握机会，坐椅跪。济公恩师慈悲，有关于高僧上求道之事，不知道您老那么时事怎么样，是否可求道？请您老慈悲开示。你看，这个来回，然后又开始发言一些有关这个事儿，闲土切莫什么，自心呐。上天自有安排者，姻缘早已成熟的。还我引领天阙行，还我是谁？对法力主嘛，张法力主已经引导这一位高士堂内侍之名，已经到了天阙。天阙在哪？大地昌坤，南天门，已经在那边 stand by， 已经在那边 stand by， 功德各方面多了，但是呢，到最后面，我觉得。为了要更加的去确定，因此呢，求证银铃天君含义。1996年3月25号，又到了开坛宗王那边去请示。开坛宗王说，高智堂内侍在中天英王大帝处，近代人间之灾超拔，最快事业，最慢秋季，以禀报有天命之贤人，今其同意，且低调，要低调，因为他们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不想宣布的，所以很低级。所以，我觉得就赶快呢，那么去请示前人。而且的话，在请示前人老之前，也透过了后学的弟弟，那个开坛君王啊，也慈悲啦，然后那一些的功德啦，所以开始怎么样行功回向。说还缺些什么？20个人，五常讲课的法师
以及10万元来币之财师。好了，墨玄知道了以后呢，那么马上就在于事业，有关于这个地方墨玄再补充一下。墨玄刚好就是96年毕业，从成大赶快退休。为什么墨玄96年毕业而不是7月就可以退休？应该也可以做到7月吧？但是墨玄是觉得彰化入党的爸爸妈妈，那只剩下2位老人家在入党，哎呀，身体越来越不好，三刀啦、各方面，那么这一种情况，所以目前一个灵感，那么就是赶快回入党，好，那回到了入党的，本来是说陪着，那么慢慢的去开拓那一边的道路，也帮忙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么在圣业上面的慢慢的提升成就，好。啊，结果呢？没想到呢，墨玄的弟弟就说了：“仙火传真，就传真。你善用那么你的圣母价值，啊，你还是可以去大学教书，广结善缘。不然你在家，那你要怎么去度人呢？你在大学教书，那你教的学生，这样子的时候，因为教授讲话了。”学生为了成绩比较会听话，不然的话，你没有教书在路边，然后我是抓到书来，咱来去运动一下啦。你辛苦的安排，大哥，我接受传真，我只是转达而已。明道，辛苦说明道，我说不日哦。不是，我现在大学的教授，我是中学教授啊，你有没有问题？他说我说传真又过来了，他说你大自己上网，我那随时都可以传播，我只要一问问题，我弟弟就可以传播，哎，上传问题，下载什么？太优秀了，所以呢，我就上网才知道有一道管理学。明道管理学院就是在北斗心中啤酒那个交流道的下去，就是明道管理学院。哎呀，奥妙！我跟我弟弟都不知道有明道管理学院，真的都不知道。结果呢，我想背后谁说把那履历表整理一下，因为我们平时随时都有履历表，都有整理的很好。然后就一个灵感，就到明道大明道管理学院那边跟。校长，哎，那边好奇怪，校长竟然没有工作的外出，平时都很忙，还有秘书告诉我，哎，怎么那么巧呢？啊，蔡教授，你看好了，我们校长没外出，我来跟他报告一下，报告见，你知道多久？10分钟，我只是跟他讲，我成大退休，我现在加入入党，这是我的履历表，我发表了那个我曾经知道过学生，他马上说。明天可以来上班，我吓到了。这个是违背制度的，简单吗？你问一下你的谈资就知道了。系主任要聘人，不是校长说了算。我校长不是说了算的，要系主任、系教品、院教品，要校教品。很奇怪，校长带头。他直接就把人事处主任给你叫过来，来，秘书请下来。系主任都不知道谁是谁，我就见到秘书了。所以你看看呢，你先不要安排哦，安排到对方都在晃神，你知道没有？坏死在那里了。最后谁就去那一张教书啊？所以从2月开始开学，2月就开始了，1月退休，2月在明道，3月、4月应该那时候就期中考，期中考考完了以后，那4月份在北斗借用教室，对，那就是相关邀约明道大学学生用餐的地方，后头的下学，你如果要控制。我就是20个也很难控制呢。
进了二十个前道，二十个公道头道。因为前道比五十就挂后，对不对？坤道后学就把饮食挂后学的太太出掉，然后后学就说用我的功德把这个道士拿到了，赶紧开始。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在变的。我形容一下那一天是什么一种情况，我只是一个单方面的，然后跟他讲说，他说我在附近住址，我就写在那边，我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平安斋。然后再来一个那个讲座，心灵的讲座，然后慢慢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期末考就可以考得比较好。我没有说就可以加分呢，我只是说你开完智慧就可以比较考得好，那就是啊。好，那就可以。你知道那一天干嘛？下大下大哦，下大结果你知道我弟弟在哪？我有通知他过来帮忙的哦。哎，从路刚才给我赏金，对我弟弟就是这样，耍死了。他就故意从两天开始睡，你让他睡到中间事情，就被告知他跳水。你怎么叫先锋有毛病？就今天。他在梦境之中就说闭眼啊，我就拜了，我把运动现在功成还照恶梦，起来了，你哥哥在北斗在办道，起来帮忙他了。他平时能够从梦境来接受的下雨，我吃饭，我吃饭，笑啥子笑？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求道？一个面要去，这样子才是办道的精神。起来了，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不然他会被修理的，我告诉你。对吧？很傲慢。时间不紧了，我跟他毕业的时间准备要平安斋。现在啊，对对对，那些学生已经到了，但是呢，吃过饭有十个离开了，就留下事情。然后呢，我弟弟到了，你让他看到高志航，他吓到了，他的脸、他的魂三层，他的金光一丈，就坐在那一边，然后对着我的弟弟就说了：“你懂三台。”等一下，三宝来讲，但你要跟你的哥哥说，三宝由你来讲，因为你哥哥今天是为了你的弟弟来讲。从你要来讲，我为什么喜欢说？你们那一些内操外操，哎，负责的讲师一定要办到工作，他们点团师报告，当然了，点团师要说如你，没有一如你不行的，当然。你说我在这一层楼四楼点到，现在这里还要第二场再到，可不可以我们讲三楼的时候到第几楼？第二楼、第一楼，反正呢都在同一楼。告诉他们，高志和跟他们说，跟我的弟弟，你就是要报告点团师，知道没有？我三宝一到一楼，他们护法神全部到一楼，这样知道吗？他听点团师的话。谁这个地方当家，你就是要跟当家的。听得懂吗？这些我弟弟气得都不懂。看着就是被羞辱，是不是？所以握把好。你那一天呢？刚才学到，一个人不管是办事，一定要怎么样？好好的去做。哦，好好的尽力，所以才可以改变。那再来十万块呢？刚才说二十个人，对不对？那你说五常法师，我一天到晚都在法师，所以这一些是 没什么问题，对大学来讲。可是十万，我就跟刚才大学说，太好了。后续就是在于，比如说96年，二月不是叶退休吗？就是在95年那个
百例，听得懂吗？教育部的补助五年给成大五百例，所以里面呢有一项是鼓励教授做学术的研究，然后呢把成大这个学校的学术的 level 提升，变成 international 国际级的，一直往那一边。所以他有讲的学术研究发表进步奖啊，如果你的进步是排在前几名，你就可以有10万。哎，不知道为什么是5年，哦，不知道为什么以前都写不出来呢？我当年可能是我哪有时间写 paper 呢？我的板凳、凳子、我的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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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我有时候那种 I 的国际非常 level 很高的，我告诉你，有时候一年哦，他在五千，哦，他在五千，真的好像的石沉大海一样。你投稿的怎么到最后面的是有没有被接受？以后有时候都不知道。那一年很奇怪，我也投稿的很愉快，很快的就接受三篇，一年就三篇，那很奇怪的。我本来是零，结果变成三篇，三减零除以零多少？好奇怪耶！其实我才进步三篇呢，结果我拿到10万。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搞不懂呢。三减零除以零无穷大，其他的教授进步10篇。他们都没拿到，我就不知道，因为除他用那个值来比较，所以从那一年开始，他们就把制度改变，这样知道吗？比较数字哪有在比较比例的呢？先果自己的功德会，自己安排，你知道这个吗？10万块就是10万块。莫名其妙的澳门，后学连1块钱都没出，不是后学只是负责写的，真的，不过也是很感恩，也就是因为我们写的，那么后学其实在教书的过程当中，还可以从副教授升等为什么正副教授，你没有这国际的一些期待接受，你升什么教授？所以泥帮水，水帮你，知道吗？这个意思吗？这个尽量去做嘛，你何必合乎能力，难称己意；合乎己意，难称人意。听得懂吗？己意人意，难称天意；合乎天意，自然无意。再讲一次，看你们好像不擅长。合乎己意，难称人意；合乎人意，难称己意。人意己意难称天意，合乎天意自然如意。所以你要如意自在啊，那你就合乎天意啊。嗯，为什么很简单呢？你以天应天呢，你恭喜你念呢，你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真的，护法神都在，哎，得众什么鬼神亲，这一句话里面。只要你的品德好，你得众，连那些神鬼都在你的旁边帮助你耶。因为他看的最多了，所以像成功大学申请研究进步奖，5月获得10万奖金，这是很棒啊。因此呢，那96年5月后学的，那么就随着沈同斌点燃机，他是在台南当好慈济，所以后学就随着。那个像大德前脑顶报大悟高僧啊，意想求道的英勇，哇！那个时候前脑一听到王玄顶报高僧这事，你知道他的眼神，忽然间本来坐一次，忽然间站起来，哦，剑桥一念断，哦，好看不？哦，万能空相，哦，那个时候前脑就好像那一种兴奋之情油然而生，高僧啊，为国牺牲，为国牺牲，该求道。太难他求道，后学就禀报：阿老，后学已经动了什么功德会10万块钱，各方面全部都就位了，请您老安排一下日期，恭请您老。那
男士嘛，他妈的，哎，本来是他候选女报的，你知道前任老说什么吗？不需要10万嘛，他为国牺牲，他大队长呢，5万就好，5万就好。前任老好可爱，打折打折哦。三点传师马上说：“报告领导，蔡点传师已经准备好了。”有钱领导说：“好，那就10万。”抱歉，你妈的，那么就请台南的中国商业来，就是在自己的佛殿就这么的安排，所以在民国96年丁亥8月20号，在自己的佛殿。吗？那个贴房，对，写上到这样的，结果后面的弟弟又在那旁边后面，他是说的一个光，朱铁兰师的走到前面了，这个时候呢，准备要点那个光才进去，了解吗？要唰进去，不是一点了以后不是有这样吗？你走到左边的要唰过出去，就是这边因为是只是借着后选的肉体，那一种感觉很舒畅，知道没有？哦，像我很难形容，真的要比，好像重新再被点一次，真是有用，但是一点哦，哦，那种感觉，那种能量，哦，那种技术 ，Oh my God， 很难形容。再来的话，就是严寒了，他变极弱。高射炮击中，机身着火，跳伞落入了敌阵，然后一个架机作战被击落，跳伞的中国空军。最后他用几颗子弹打死了男主，为了逮捕他的，但是呢，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他就自己把自己打死。但是他打死的时候呢，是周围的全部的日本军全部跟他去，因为他是一种那一种壮烈的精神。他用热血跟正气征服了他的敌人，这个是呢，还在第三天啊，因为呢大队长也求到了，那么再来就是严乃文啊，也是可以空军出道11年，担任空官的负责政事，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他也是一样不断的在空军官校啊，你们可以发给福德政事那边。当中他本来是中篇文章的书记官，结果99年出通问官照蔡教官，然后开始要求道，而且呢有一天我弟弟在睡午觉，然后他们一家四口全部感冒，而且是重感冒，啊，结果我弟弟就躺在沙发上，因为下午还要去上班，但是他隐隐约约就看到了连长的烈士就进来，然后连长的烈士进来就跟他讲到了一个事故，然后也给他一张支票，一张支票他拿起来，到最后竟然看到的是上面雇员100位，然后就交代了一些事情，然后希望他帮个忙，然后就这样。看到后学的弟弟，后学的弟弟看到雇员100。吓到渡人100，有可能吗？怎么有可能？这很奇怪。没有多久，这个隔天一家四口的病痛、感冒的症状啊，而且一年之内引入100相关的学生，你看，好奇怪。后姐再重复一次，你说你在怎么样子严格管控？我今年就是要多100的，你看我都控制到多100的。又说你多有经验的嘛，我今天带10个，报名说10个，有时候会带11个呢。现在或许是他们很招来，因为呢有一些学生要来了，他会邀他的室友来呢，大家就在做官。又说因此他感冒了，报名10位变9位、8位。都带有这种情况发生的，你说的我要严格管控，在一年365天
第二张重点，刚刚一个 Z 的点，一个都没过，一个都没少，就是几把，就是多起。所以我弟弟，你看看他的音真实在是太多了。嗯。你好，张老师，你好，不要点啊。嗯，没有啊。阿虎。没有。